果说我们发生气道梗阻的是一个小婴儿，我们怎么做呢？啊，首先我们找个凳子坐下来，然后两腿向前倾，前倾以后让他的口低于他的胸腹部，进行一个五次的拍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呢，把它翻转过来，进行一个五次的胸前按压，然后再翻转过来。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及成人，由于体重较重无法抱起，需要采用巧劲。救治的人呢，站在患者的后面，你一条腿往前，一条腿在后，防止啊，这个人因为意识丧失以后往后倒，就把后面的人压倒。所以呢，这个底下要一前一后，然后两手向前伸，抱住患者胸前，一个手呈拳头姿势，啊，在拳眼向内，在患者的脐上两指左右，就是上腹部，另外一手呈布状包住，然后向内向上。进行一个快速有力的冲击，继续，这样子呢就会把一些梗阻物冲击起来。